就西藏、新疆，这去过帕米尔高原，去过祖国的最西部西竹村。我这个摩托骑过来吧。骑进去了。骑吧。过了这个门就是木桶城的了。不怕呗，你这架子都是装的。这个两次进藏的车放在这里更有意义啊，放在这里就留个纪念了，留念了。木桶柴茶园，拜拜了，拜拜了，拜拜了啊！